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少奇。今天应粉丝小伙伴的要求，我们来抽一个绝地寻宝抽奖。噔噔噔噔，因为我抽这个小卖部抽奖一直没有欧皇气息，今天我打算和我老婆一起抽一下，我们两个比一下，看看哪一个抽的更多。先给大家看一下中奖规则：1块钱96入，特等奖200元、100元、50元、20元、10元、5元，集赠奖10元，100%中大奖。干杯！这是我幸运盒子中的，娃哈哈。我跟你买的。这边是6列，我和我老婆各3列，看谁中的多一点。你选3列，随便拿3列。我就选离我最近的3列吧。那我离我最近的这3列。我的第一个是极致奖绝，极致奖寻，极致奖不靠谱，相当于不中奖啊。极致奖绝，极致奖寻，不是说的100%中奖吗？怎么还有谢谢惠顾啊？这么用力吗？耶比中奖1元，又是一个谢谢惠顾，坑坑坑坑，中奖1元，果然你还是不如我牛啊！你这个好运气都在你那边啊！看我这个哦，中奖1元，牛！看我来个10块的，哦不，来个200的特等奖，极致奖绝！哒哒哒哒，中奖1元，你这个是3连啊！3连挂，哇哈哈，给了我力量，我也喝一口。天哪，我是什么运气？吹牛吧，也不会4连吧。让你失望了。哇靠，中奖1元，我来碾压你的，以后的抽奖直播就由我来了。谢谢惠顾。哎呦哎呦，真的是那毛线呀、啊、中奖2元，羡慕吗？哇靠，嫉妒吗？有些人刚开始中奖，但是后面他就不中奖了，有些人刚开始不中奖，他后面就能中大奖。我中个200的。有些人只会嘴说说。中奖1元，我靠，我现在才中了2块钱啊。中奖2元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情况啊？这个人惊呆了。难道我抽了这么久的奖，一点运气都没有了吗？给你喝一口我的王。不，我不要，我肯定会中个200的。中奖1元，谢谢惠顾，谢谢惠顾，我也是谢谢惠顾。中奖1元，极致奖地，中奖1元，极致奖地，看看看，大奖来了，中奖5元，什么？哦，这是5，牛牛牛，我以为那是2，牛，中奖1元，谢谢惠顾，中奖1元，谢谢惠顾，极致奖绝，极致奖寻，极致奖绝，极致奖寻 ，Oh my god！ 我要超了，反超了，反超了，中奖5元，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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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极致奖绝，谢谢惠顾。咱虽然说中奖率低，但是咱中的奖金高，对不对？极致奖绝，谢谢惠顾。中奖1元，中奖1元。看一下这里面最大的奖就是我的5块了。接下来我们来数一下，我们每个人各中了多少，谁赢了。我的所有中奖加起来28块钱。我的所有中奖金额加起来是30块钱。小胜，看样两个将军也抵不过众多小兵啊！我输了，我的是28块钱，你的是30块钱，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是58，大哥。哦，58块钱，1块钱96入的，96减58等于38。38块钱，相当于一个学生在小卖部买光所有的奖票，1毛钱不赚，只赔38块钱，这个也是个坑啊！好的，粉丝小伙伴让我买的绝地寻宝抽奖，今天给大家抽了，血亏38块钱，大家下次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少奇视频的可以帮忙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一下，想看少奇下期播什么，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